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同埋彼此相爱。亦都咧恭祝咧各位嘅信徒主恩常在，喺生命嘅里边咧能够不断嘅成长，能够带领更多人认识福音。亦都喺度咧鼓励咧每一个嘅弟兄姊妹咧喺嚟紧新嘅一年嘅里边咧喺你家人啊朋友当中能够咧做一个美好嘅见证，并且主动地邀请咧更多人咧参加教会嘅聚会，同埋咧参加全港里边咧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唔同嘅活动。各位朋友，我代表拉法基金会想向大家2013年祝贺你们有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原来人呢透过情绪就可以帮助我认识自己，更加认识爱我们的神，还有怎样可以能够将圣经教的真理呢原来真的可以能够实践出来，能够活出生命的平安喜乐和丰盛。希望你们同我一样，今年能够更加的去经历神，更加的生命有更深的突破。